我叫娇妻，后面那个是我的老公张晨飞。他出了一次车祸之后就变得不太正常，先是改了自己的名字，我叫张大雕，然后让我喝可乐。我不会让你怀上张家的种的。还有我穿上我高中时候的校服。哎，你不穿我就不替你爸爸还钱。最过分的是我发现他有一个白月光，还有一个秘密储藏室。来说说吧，你的白月光是谁？啊，我不是都告诉过你了吗？那是迪奥张先生的剧本，不是你，张晨飞。出去想想吧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他心里的白月光，竟然是我自己。本来以为可以一切恢复正常了，没想到，宝贝，是我，今天没有剧本。多么甜美的信息素，你果然是一只血统纯正的欧米伽。什么？这家伙是又进入了什么新剧本吗？我陪你起心